段邱泽的唐嫣现身广州，出席美丽行动为爱洗一次头的公益活动。情伤未愈的唐嫣和观众互动时笑容依旧，但当看到一对老夫妻在台上为对方洗头的温馨场景时，唐嫣哽咽着表示想起去世的爷爷，感动于这对夫妻的相濡以沫。当被主持人问到想不想要相濡以沫的爱情时，唐嫣似乎触动情伤，背对观众泪流不止，不得不暂时下台平复激动的心情。虽然接受采访时必谈情变，但谈起幸福，唐嫣直言能和爱的人相濡以沫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对于唐嫣和邱泽的分手，外界也有声音说他们是在故意炒作，为自己的新作品做宣传。不过看着唐嫣在公共场合都控制不住哭得那么伤心，也许情伤对于每个女人来说都是一件伤害至深的事情吧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